首席呢就是我要打算有我房间的气，有房间啦。刚刚你们看一桶东西就是我家里的气啦，打算要有气。相信你们应该看我几个影片呢，应该看到我有布置房间啦，有换房间啦，看来看去都是一样，看来这次也是一样。不过这次是把我自己的钱的地方有气啦，就给你们看一下。就比方这边就黑窑的地方要油啦，这里都就是大大的，然后这边全部都要油一下，然后这里全部这些东西呢，应该我会拿来铲掉它的一粒东西。好，你们每次看我影片都是布置房间啊，整理房间啊，改变房间。我这次影片呢就是油漆我的房间，你们应该是看到腻的吧，一整天影片只是说自己的房间布置罢了。好了，如果你们看到这个影片的话，觉得喜欢就按订阅分享再来，那我们开始做工吧。来给你们看见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要铲掉它了。哎呀，最后一个。好，这边搞定了，还那边。好，那这里搞定了的话，就还有这边还没弄呢，现在在这里铺一下报纸。个小时啊，现在应该是六点了。没想到有一个跟我姐姐一起油漆，你都讲。本来预算今天是由我房间跟我姐姐房间的，因为时间关系，今天只是由我房间罢了吧。那明天就由我姐姐的房间了。过后只有要等那些漆干了，然后我今天应该是睡我姐姐房间或者睡客厅了。好了，现在已经是晚上了，现在是已经是晚上一点多了，也是凌晨的1:20。我从早上12:00一点将油漆整理，到现在还刚刚完成我的房间，来给你们看一下我房间布置到怎样了。来这边还是一样哦，之前那个电脑桌子还有桌子了也是，那我的床又已经移到这边了啦，已经又不一样了啦，又换了啦，这次影片也是这样啦。还有呢，明天呢就是我就要帮我姐姐游戏啦，然后就是讲今天的影片，我们等明天啦，明天再见。